们看我不让你求婚，你又不是公安，是不是？但这个场子我罩着。你罩着？对。那好吧，我自我介绍一下吧。你自我介绍一下。啊，大家好，我叫孙浩，来自黑龙江，今年27了。别跑，27了。啊。你怎么27这还这么稚嫩呢？我哪儿稚嫩了？你有胸肌吗？有啊，别看我瘦，我全人是肌肉。你今年真27了？真的。你这里面什么东西？这个呀，不能给你看。向谁求婚？向我心目中的女神。你女神也跟你一样这么不靠谱吗？你多高？我1.74米。跟你差不多吧，老好看了，比你长好看多了。压根不是一个品种，那能一样吗？啊，开玩笑的，开玩笑的。我们是在2011年的时候认识的，去他们家，然后想和他结婚嘛。他妈妈说，结婚的话最好是有个家。这个也是暗示我想买个房子嘛，是吧？然后就和小燕，然后商量着怎么赚钱去买这个房子。我呢就是回到河南快乐精灵舞团，然后继续工作。他呢留在老家四川嘛，他把他的每个工资都打给我。哦，你理财啊？对啊。然后攒钱来买这个房子嘛。现在呢终于有这种能力了，然后来买这个房子，他暂时还不知道呢。你来给他惊喜的是吧？是的。房子买哪儿了？买在他老家四川。买这房子不易吧？哎呀，买个房子对你们这人来说轻而易举吧？什么轻而易举啊，我们买房子也攒好久呢。2年之内吧，你说平均每天工作要15-16个小时，除了每天的固定演出和排练之外，然后又做了兼职嘛。攒了多久啊？2年多吧。首付是7万多，然后又朝朋友借了一些嘛。哎，没房子多大呀？才50多平米。50多平米，可以了可以了。买房这个事儿你父母怎么意见？我的父母都不在了。我的父亲在我2岁的时候不在的，然后我母亲在2009年不在的。那就是你现在是一个人，所以你特别想有一个家了。是的，是的。啊，不容易，不容易，不容易。啊！我所有主持的节目，我都有一个特性：女孩子流泪给纸，男孩子流泪我从不给纸，用袖子擦。啊，要不就往肚子里咽。你看没出来、没出来，你有本事你让他不出来呀。行啊，小伙子不容易，虽然个子小，但是呢我觉得比好多个子高的男人要做得更好。孙浩和小燕曾是舞蹈队的队友，为了满足小燕父母的要求，同时也为了给心爱的女孩一个家，2年前孙浩离开小燕去到河南工作。为了早日达成目标，分居两地的孙浩和小燕不分昼夜的工作。今天孙浩为了给小燕一个惊喜，偷偷买了一套房子。那么2年不见的小燕会不会接手这套付出了很多努力而又被隐瞒的房子呢？她会来到现场接受孙浩这特殊的告白吗？我是觉得啊，再相爱这么大的事儿，虽然是惊喜，你总得给我商量一下吧。我想问一下在场的8位嘉宾，如果你的配偶对于你们家房子这么大的事儿居然不知会你一声，擅自做主，你们满意他的这种行为吗？满意请按感叹号，不满意请用问号，321请表态。对此表示赞同的都是未婚女性，我这个已婚女性就表示坚决不赞同。哎，我觉得多好呀，这买房这么大事儿都不用我走脑子，就直接搬进去住就得了，对吧？你说你买套房，咱们将来一生生活的地方我都不知道在哪儿，是闹市区啊还是这郊区啊，周围环境怎么样啊，你这些都得跟我商量啊。我觉得呢，房子包括装修都要男人喜欢他才喜欢回家，所以女人千万不要跟老公吵架，就是装修啦房子啦这些问题。因为这是家里的大事儿啊，所以说我觉得你今天很危险，还自以为给人惊喜呢。我估计对方得给你个惊吓。好心办坏事喽。不会吧。我特别希望你今天能够成功，好吗？好，来我们再掌声鼓励一下他。来，请到开启告白之门的按键旁边。
我先问你几个问题。第一，你女朋友知道你来吗？不知道。那她要是不来呢？我感觉凭我们俩的感情，平时她就很相信我，挺依赖我的，她会来的。那如果你女朋友来了之后，你的这个所谓的房子真的对她是一种惊吓，她不高兴了，你怎么哄她呀？想办法哄嘛，就是说出我这奶奶的不容易嘛。你要做好准备啊，我要祝你成功，把手放在上面，我们一起倒数五个数，五四三二一，请按键。像不像一家三口？你占我便宜。介绍一下自己。大家好，我叫小燕，来自四川，今年27，谢谢。你刚才是从后面偷偷上来给他惊喜是吧？对。你平时经常这样给他惊喜吗？没有，也很少有机会呀。你刚刚听见了他上来说的话吗？听到了。让他给你擦嘛。我自己擦。哎呦，真的开心啊。嗯。那房子你又没见着，你都不知道什么样。但是我感觉他应该是按照我的意思去买的。但这两年的相思之苦你们怎么度过来的呀？特想吧。累了的时候肯定会想的。嗯。然后孤单的时候也会想的。那接下来我把舞台交给你了。嗯，好。好不好？好。好，接下来是孙浩的告白时间。